这边写着呢啊，写着写着，江米元宵，哎，桂花果啊，一文钱，你念呀，你念呀，你念出来，大伙儿听听啊，啊，他是这样的啊。我们是想写十几件哦，一不小心这家伙没读过书，把那个单人旁漏掉了，写了个十字在上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怨你啊，我们的错，我们的错，怨你啊。哎，是是是是，不是我们在你这儿蒙嘴是啊，是是是是是。我告诉你了，哎，这是我们念书人给你笔下留情。那您要是不留情呢？我留情，我十字头上舔一皮儿，我玩了一千个。人家挑的专业就是对，那怎么对呢？相声社里面最神经一生物。你们那块都这么夸人的？我们还搂着说呢，哎，这是跟您开个玩笑，别开玩笑，开玩笑啊。傅先生平时除了研究，有没有到过什么地方玩啊？哎，那还真不瞒您说，来美国以后没去过什么地儿。这我就跟您不一样了。那您怎么着？我就喜欢到处走走啊，到处逛。哦，你喜欢旅游？对，国内的时候我就喜欢了，哎，转了很多地方。都去过哪儿啊？东三省，哎，东三省好地方，东三省好地方，物产丰富啊，出美女，没听说过，物产丰富这大家都知道，美女哪有啊？哎呀，我在全国哪个发廊遇见美女，基本上都东三省的。您去的地方，苏杭二州，哎，那是好地方，好地方啊，嗯，自古苏杭出美女，云南，啊，云南省，云南美女甲天下。啊，我是去旅游，旅游啊，对吧？旅游走在云南的街道上，云南街道上啊，很宽敞啊，对，心情很是爽朗。心情好。当当当当当当。别唱了，别唱了。西游记在那拍过，猪八戒在那走过。讨厌，讨厌，你拍我干嘛？我这走着呢，打对面来俩女的，干嘛的？大哥，看舞蹈不？啊，演舞蹈。什么舞？民族舞啊，民族舞不穿。哎呀，我看的多了，没意思，没意思。北京有，您见过不穿衣裳吗？不穿衣裳，我知道你哪民族的。傣族啊，啊，对呀，傣族，哎呀，这族傣人呢，人家那傣族人，人没毛病，他就是傣人，你知道吧？一群人对着泼水啊，无弄得我身上一身都是，我腾一下火就上了。你这着什么急？人家那叫泼水节，都拿开水泼。带头的就是那俩跳舞的女的，谁恨呢？真是。现在想起来我就气得慌，是吧？怎么现在还生气啊？那当初很苗条的，您这是发起来的。我后来啊，后来也算是来了美国啊，来美国到处旅游，还是继续旅游啊。哎，美国这边旅游你得坐飞机吧？啊，美国飞机很方便的。这是啊，对吧？我坐飞机非常有讲究。那你还有什么讲究？必须得是头等舱。哟，就您这头等舱啊，绝对头等舱啊。除非他们把我轰出来啊！一回都没坐过，谁说我没坐过啊？买票的时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写什么的？头等舱啊，商务舱有，经济舱嗯，站票，省钱扶着呗，憋着气流了啊！我往这儿一坐，哎，那边空姐拿着单子就过来，先生您要喝点什么？饮料。我一看，哎呦，东西真多呀！嗯，纯净水、矿泉水、
自来水，白开水，井拔凉水。您这个航空公司跟自来水公司合营了是吧？我也就纳闷儿，这都是凉的，喝着多伤胃啊！那天冷啊，我说有没有热的呀？哎，热饮。我们有开水。你好。还让我泡不过开水。这没东西喝，点个菜吃吧。那点菜，点个菜吃，点个鱼香肉丝。空姐这边，鱼香肉丝。哎，再过来俩烤馒头啊！空姐这边拿出来个冷馒头，切片，就着炉子烤。囤的烟呢？对对对。烟大，烟太大，烟大，飞机上开窟窿了。走热烟，走烟呢？没听说过。哎，这边吃饱喝足了，往这儿一坐，人家空姐又过来了。又来干嘛？几位受累，您下去给推一下。飞机打不着火了。来推吧，你没事闹吧，推就推吧，推就推吧。我们一群人在后面，当当的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们一群猪八戒在推。我净遇上这事儿，你知道吗？讨厌死了！后来徒步总算是走到了目的地。我还徒步走呢？您那什么目的地啊？纽约。啊，纽约倒是好地方啊！啊，对呀、啊，经济中心啊！哎呀，纽约好玩的景点多的是。都什么景点？有一个，有一个女的啊，个子高啊，天天举个火把、啊，自由女神像哦，自由女神像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就是嘛！我说。我就在机场，我就特想看这个景点，我就在机场找警察问呢，不知道在哪儿啊。Excuse me, excuse me, where is the free woman? 警察没把这问起来，没说错呀，自由女神 free woman 吗？就您这英语，别露馅。你不告诉我得，你不告诉我，我自己找去。好，最后还是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找着了。哎，这女神好啊，嗯，很漂亮。这手火把，对，这手是一本书啊，这点我就佩服美国人了。这你怎么就佩服了？好学习啊，这就叫好学习、啊。你看，女神这姿势就告诉你了，怎么着？停电也得上手。别这么省电了啊，不是这意思。纽约王安乐，再到佛罗里达去。佛罗里达有什么好玩的？老地方吧。对呀、啊，有一个公园啊，里边都是那些什么唐老鼠、米老鸭的那个，那个全都乱了。米老鼠、唐老鸭，哎，他们就这些动画人物，对吧？对，动画人物都在一块儿那个公园，比基尼公园，比基尼公园。